今天吃个麻辣牛蛙。麻辣鲜香的，哇，太过瘾打吊瓶，上午打吊瓶，下午都没精神，一夜一夜睡不好，就在家里。等一下，等叔阿姨跟姐姐爷爷奶奶们，比如送进来问路，谢谢大家。我家狗都钻进来在那叫，那个狗都翻掉了。没有胃口，吃不下，这人吃不下，就跟怀孕了一样。没胃口，吃不下。我怕把孩子给传染上。我晚上就不让他跟我在一块，太难受了，浑身没有劲，头晕。医生说我得甲流。哇哎呀老香啊，这个辣吧蒜啊，吃的一点不辣，而且非常解腻。这玩意儿我还得干一会儿啊。腊八蒜嘛，都是这种品质的。
这个舌头真大。